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啊，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准时收听咱一百空八年一月二十八号礼拜一，赶快请阿宝老师跟宝妹在家为你所服务主持两点钟的新闻播节目。今日来到拜一哈，这礼拜呢是咱过年进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当然这是咱的农历年。到时阵呢，在咱新春正月时过了后，一下子呢就马上来到二月份了哦，所以时间有时阵想想吼，一百空八年呢，马上一个月就要结束了。哦、时间呢过真紧，真恐怖的。虽然要过年呢，就哦，啊，都还没过年呢，吼、哦。那亲像呢，唔知道什么意思，我嘛不要讲吼、哦。反正呢，就是觉得小时候真的过年呢好久、哦，怎么长大，每次我那些折回邻居，连咪个搞。好啦，今天哦天气还不错哈，我相信真侪好朋友嘛有感受到，无亲像前两天呢，久无冷哈，像像冷一日，大家都就感觉哈，甚至有人甲我讲吼，哇，真的有感觉啊，十个大概有九个都会问我说，过年天气会冷吗？过年天气会冷吗？我讲。我真正唔知咧，气象局唔知有讲无，可能这礼拜吼，哎、欸，过讲啊，果然没错吼，好像呢，咱开春呢，前两天呢气候袂歹，接下来呢会有一点点差异性，所以老师，因为过年一段时间吼，刚好会遇到立春，吼，立春呢，这对咱农友来讲，又是农民节，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吼，所以咱今日呢就着节目一开始呢，先大家吼聊一聊，因为即阵嘛吼，报团的人就侪，所以第一立春一段时间呢，因为都等休困，那一些作物的方面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是，因为今日哈啊，十二月二三农历吼，明仔日是吼，足侪人是二四上旬吼，所以有诶所在呢是二三吼，可能伊那是二四无闲吼，啊二三呢下晡吼过道呢，伊就会落啊，也会算会上旬吼啊，所以即有当时啊，你也接近讲一工一工吼，这年节的这个呢啊。也近吼，这啊上也近，所以啊，近也近的面呢啊，都会有感受，已经啊已经感受好，所以接下来等我，等下等下呢啊，可能现在会愈来愈无用啊，愈来愈用一种。啊，当然，这个尴尬了哈、啊、所以呢，真是讲，哎呀，这个过节较困难，过年实在过年较简单哈，这冇影了哈，这就是讲啊，这是咱一年内底哈，真重要的一个节假日。有真侪人讲啊，迄是什么款哈？因为阵较真侪上班，大家较有时间通休困哈。啊，一年的拍拼这段时间内底，所以未来这一礼拜可能啊，真侪人拢会加一寡工课呢，做一个这个刷尾哈，做一个这个收束哈。所以呢，这两天啊，那是上旬过了呢，要大扫除，要创啥呢？啊，应该处理好这些呢，哈、哦，就较无遐个禁区啊。所以咱这几天拢是好天哈，那、哦、是呢啊，尤其哈、哦、这今日哈、哦，就咱马仔哈，马仔都是啊，这大太。阳吼，即温度无特别高吼，即最高都二四度，但是伊有一个真丰富的一个日照吼，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太阳的这个好天气。啊，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吼，这拢是好天啊，有时济云的，即天气但是呢，多数拢是看天气呢，算讲是偏较好吼但是呢，二月三号吼，二月三号应该的单真。真接近咱的第二高哦，二高一直讲就是啊，农历哈，就是今年啊，除夕的节庆一讲嘛吼，二月四号的除夕，二月五号的大的这个初一啦，好，所以伫这礼拜内底来讲吼，甲看起来来讲也明显受到哦，因为伫年前即个家庭有些花，就是要它乌阴，但是呢。啊，没有什么水汽的问题哈、哦，所以呢，啊，这天气天气朋友那是较关心的哈、哦，啊，应该是未来这几十天内哈，未来这几十天内底呢，啊，应该是较无真大的这个问题。不过讲，二十九号哈、哦，这个暗开始个三十一号开工哈，啊，咱西半部的这个所在呢，啊，个人呢的感觉力哈。
容易有一个一个算能见度较歹，算个大风雨吼，所以我特别呢甲这个时间吼，并讲。而且真侪工程的气象，我都拢看来等伊吼，所以呢，以往的经验啦吼，比如讲啊，这个时阵大风不通常是早起，所以呢，过道的船吼，较无啥物受影响吼，所以咱尽量，像我尽量买较过道的这个船，都无坐早啊时的这个船班吼，安尼较袂去哦影响到，迄个飞机较袂接袂到吼，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好比如若是讲有要出门啊，是安怎吼，这个相关的交通爱小。注意一下吼，尤其过年期间，即几工啊呢，那是讲真济吼，初一早、初二早吼，即两工嘅透早吼，局部性嘅即所在，尤其咱西半部地区可能呢，即、這个雾会比较较重吼，因为天气是较属即乌阴，但是未讲特别冷吼，未讲特别冷，所以个朋友呢，伫这段时间内底吼，大概咱会当算还蛮舒服的哈，应该即天气呢我们感觉呢应该是还不错啊呢齁，所以伫咱相关的一个管理来底齁，等于讲伫农事这个管理来底，咱可能爱稍注意着齁，是不是因为这个温度其实都还蛮好的齁，等于讲这个温度因为确定的这两天已经过去啊齁，为今日应该甲昨都有做明显的一个这个差别齁，明仔呢温度更加高，后日温度更加高齁，一天一天的这个温度呢会稍微再往上提升一点点齁，有的人讲这个二三度，明仔二四度，后日咧，后日二六度，吼，这种呢，一度一度的一个这个提升的时阵，吼，一度一度提升起，迄度感觉，尤其较二六度，吼，比如讲咱伫一月30号甲31号这几两天，吼，26度的这个温度，吼，这夹克是穿袂掉的，吼，所以呢，好朋友可能就是讲伫这家家呢，来当小知影者，吼，这大概咱这个。情形啊，吼，天气没有吼，需要做些这了解吼，就是讲，相关的这天气的这方面，差不多是这款情形的嘞，但是就是讲，即阵啊，那是咧报产吼，报产咱较惊的就是讲去拄着这个这个低温嘛吼，就是讲尤其那是一个大流冷气团落来的时阵吼，这较冷较冷，有当时啊，咱鱼啊是上惊啦吼，即嘛这鱼啊定因其实是拢会冻风会看不织布看这个许吼塑胶布，这是拢无啥物款问题，但是咱那是暴雷伫这个产地的时阵吼咱是真重要的，这个所在就是讲尤其伫这个很。林吼，咱一定爱注意透早起来，当去个饮一撮啦水吼，这饮一撮啦水呢这目的是要创啥吼？就是讲咱因为这水的这温度较悬吼，所以尤其地下水吼，所以呢这对着咱高雄呢，还是讲对咱水流吼，水流方面呢这个效果上呢，这当然啦吼，这当然是真好。当然，有的人讲伫这个。伫上界美满的，比如讲拄着冷吼，拄着冷的时阵，就是鱼仔捕落了呢，暗时吼，下晡时呢，你会当甲饮水吼，这饮水是安怎放这个流水吼，一直甲流，甲隔天透早起来，甲遐水甲伊开掉吼，甲开掉，开掉呢。互伊去晒日吼，晒日呢，咱个若是个拄着冷，个甲饮水吼，当然，迄水都爱尽量上啦吼，有诶人是无晓，但是就是讲上界重要，伫即个暗时诶时阵，咱会当保持有即个水分吼，就讲有一个即个深水吼，伊即水流较深些寡吼，伊即个暗时咧降温诶时阵因为有水吼，水是较歹冷、较歹烧吼，所以呢，有迄个水甲保持掉咧伊就较无容易去寒着吼，所以这是咱伫即个管理内底，当然老条件是会当放流水吼，即一直补即个地下水甲放流水安尼吼，但是迄有时啊是做袂到啦吼，对。当然你那是准啊吼，准啊水呢会当有出有入吼，这种呢这当然是上好的吼。因为放流水的时阵呢，伊总是即个所在较袂遐呢，较哩冷吼，因为你甲关掉咧，总是较但是迄个水位吼，爱滴要较关一丝丝啦。不过甲过年之前甲看起来吼，大概即、這个根本拢无必要做着即款的这工课，因为即、這个天气呢，就是讲最低一个即个温度吼，伫未来即像十天内底。拢差不多14度以上，吼，伫咱我讲的是伫咱嘉义啦，吼，嘉义甲云林这个所在，
啊，拢有14-15度以上。啊，那是14-15度、12度以上，根本你都免去做啥物防寒措施。暗时小可，不要低于12度，做迄个黄啊呢，其实是拢无啥物受影响哦。所以最近啊，即几天那是咱暴产哦，比如讲你像这两天啊暴哦，啊，过来26度、26度这种的这温度吼，一直到礼拜哦，到过年前这只只，这种温度差不多一礼拜就开机啦。速度足紧嘞，吼，因为这种温度真好，所以，那是今年吼，那是拄啊伫这个时阵播的呢，应该是会中奖吼，就是讲，这继续好势吼，继续好管理吼，尤其初期啦吼，那是有当下这个反势反势，然后咱按算要落去播吼，这嘛是拢做啥都到报上去嘛，报告为证，咱得爱啊小烦恼啊，无咧可能讲吼，因为真侪工课拢是爱做进程吼。所以有当下拄到这个冷吼，咱可能就是这个水的部分你该管了好势。啊，尤其那是像这个蔬菜吼，蔬菜当然嘛是同款啦吼。咱会当小加，那总共有真济吼，拢有这个塑胶布啊，啥物吼啊，也当去个小加砍一下安尼吼，因为塑胶布小砍一下，去干那砍去下吼。这效果差真济，尤其啊，即马真济人吼，那是讲拄较细长啊，你小较暗一下安尼吼，小热一下，伊个效果呢差真济吼。那种讲咱暗时咧困爱加被，即个意思是同款吼，那是为了咱都这是一个当去做的一个，当然冻风是一个上介好的一个这个方式吼。啊，伫即个歌手来讲吼，就是讲。真，除非讲去拄到特别冷吼，无一般咱真少讲去家己做一下这处理吼，一般都是虾米呢？冷雾吼，尤其宜兰这边种冷雾，哇，这真正是我是感觉讲相当的一个有挑战性吼，所以伫宜兰即个看到这冷雾痕呢，就愈来愈少吼。为什么？因为呢，实在是无好冷啊，吼，迄个物件呢，真歹胖吼，所以呢。在这方面来看起来吼，然后比如呢，那是讲去拄到这种，这个当然选择吼，选择的这品种呢，这嘛是相当的这要紧吼，就是讲还是讲那是拄到较寒，咱该用一撮啦加肥啊，可以增加作物呢，对到这个冷的这个忍受的程度，哇，这效果就足好的安尼哈，所以呢，这里只好和朋友呢，小做这参考啦，吼，就是讲。未来这10天内底，应该天气呢都还很不错哈、哦。尤其是咱中南部吼、哦、中南部这所在要去佚佗诶，要创啥吼？尤其呢，那是年前要大扫除诶，哇，这特别哈、哦，这年前要大摒扫诶，这特别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哦，非常好诶，这时间点一定来当好好呢。来给伊把握到这个时间吼，当然然后当下这种大扫除哈，这种摒扫呢，要放过自己哈，工课是看袂过的人嘿，但是有小可整理者，当然咱感觉起来是真舒适哈，但是唔通哦家己伤忝吼，比如讲。一个难得有通休一个假吼，这个呢变加稀烂嘞吼，这种呢对咱都无通讲该好事安尼吼，所以这是正好。我朋友呢小做者这个了解吼，那是讲有当时那是去拄到这个情形这是需要吼，需要呢咱你当小知影到这个所在，这是正提供好朋友吼，小做者参考吼。好，有关伫这个栽培当中有任何的这个需要吼，就是讲伫过年这段中间这礼拜咱可能要有法多做节目，后礼拜呢就开始过年。过年的时间，那是有拄到要紧的这代志咧你伫网络顶关小问一下，不啊随时拢会保持这个吼，那是有要紧的这代志吼真要紧，真赶紧吼。我逐工嘛是会赶快看这些问题伫咧。咱拢会改做一个简单吼，就是讲可能无通真详细，但是一个简单的回答呢，应该是要够有法度啦吼。希望讲大家呢，当伫这段时间内底吼，这个过年是一个时间，但是呢这嘛是一个咱含厝里的人吼会当轻松斗阵一个足重要的这个时间真侪这工课拢要有节制吼，尤其呢。那是有这种含啊，不啊，同款有歹习惯的哈。咱爱小扎一下安尼哈，这真侪物件拢拄好，就真好。那是过头
啊，的本来好的代志呢，啊，的变作是唔好的这些代志吼，所以呢，啊，出门吼，千万唔通饮酒吼，饮酒呢都唔通开车吼，啊，所以呢，这里家吼，好朋友吼，小做姐姐了解的咧吼，好，有关伫家当好朋友呢，小怎样解啊？而且咱嘛，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吼，啊，希望讲啊，大家拢会当真顺时啊，今日即几工啊吼，那是随时有啥物不清楚、无了解者，这所在欢迎咱所有一个这好朋友啊，会当甲这问题呢，吼，拢解提出来，啊，咱共同来解这个探讨滴咧，哈，嗯。好，来63386061，63386061。头拄啊，老师已经讲过吼，过年期间呢，阮电台这个部分休困，所以好朋友，若是最近呢，拄当你有一个要紧的代志，不妨呢就先吼、哦、先问一下。啊，若是临时的，当然就没话说啦。所以老师嘛讲哦，如果你在网络呢有加 Line， 或者是讲你可以透过管道吼伊知影的话，他应该会替你做服务。啊，咱今日呢，赶快利用咱两点钟的节目时间呢，欢迎咱收机边的乡亲哦，有无清楚、无了解，卡咱可以专线电话63386061，这是咱现场的电话。隔天讲透早4点至6点，上午8点至10点，这是重播时间。那是收机边啊，你还够疑问，无清楚、无了解，疑问利用咱这个电话哦。赶快哦，在咱这两个时段后，你也当讲吼，收听一届啊，下晡时间利用电话再过来问。好，来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吼 ，Light 有一个听友呢问代志，咱林先生吼，林崇甫吼，伊问老师，有关大气龟呢，即卖吼，目前已经升到吼上顶冠，这个母心是不是爱慢来？啊，有慢无慢吼？敢有吼有差异？因为伊是种这个血盘苗，啊，伊是往事栽培，啊，后面肥呢，什么肥料较适合？来，这当先甲好朋友小讲者，大胡瓜就是大黄瓜吼，咱大家讲刺瓜啊吼，啊，足侪人拢讲啊，介奇怪吼，这个刺瓜啊都无黄黄，啊，它叫做大黄瓜，你若甲放乌色呢，伊嘛黄黄吼，所以呢，伊也是黄的无唔对啦吼，但是咱拢食煎的吼，食伊，要搁真煎的时阵，咱就甲伊拆起来食吼，所以呢，这可能这个时间点吼，咱来当好朋友呢，小知影者吼。啊，伫遮咱所知影就是讲，即个刺瓜到无顶，无顶是毋是爱当心？哦，即个边个问题是安尼，就讲我到顶啊，遮是毋是要当心？吼、哦，伫阮的习惯吼，我拢会较当心啦。吼、哦，啊，为什么要较当心？就是讲啊、因为伊即一目一目吼。一目一目呢，啊，咱也是讲有已经吼，已经有到一个量啊，吼、哦、啊，咱该当心起来就是。去限制伊的一个、这个这种营养生长吼，啊，让伊呢这个生殖生长会当真顺利安尼吼，啊，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上界重要的一个做法吼，所以一般我会改这当心吼，改当心啊，当心的这目的了吼，啊，就是拄只讲到，就是讲让伊只小停一下安尼吼，所以呢，咱让伊小停一下有一个好处吼，啊，伫只。会当小知影者，就是讲伫这经济修正的这部分啦吼。当心其实就是一个整治修剪吼，因为咱那是有可以啊小整理者吼啊，这确实伊的产量会加真高吼，所以这目的是安尼吼。所以有当心甲无当心吼，有迄个差别，因为佮起哩迄个啊较流尾吼，所以有当时啊较无讲真。啊，无讲真必要啦吼，所以咱这个管理内底呢，其实是较爱来甲伊啊做这方面的这处理吼，这曾经伫这个高阳改良场又去甲伊做无同款的一个这种啊管理的这模式啦吼，又发现讲啊，咱那是伫角院吼第五百以下吼，等于讲第五百以下呢啊，所有的这个个拢卖较老啦吼。啊，这种的这个后呢，就是讲你第五百吼，这以下拢改这个慢掉，甚至隔院拢改这个啊，这个处理掉安尼吼，所以呢，这个加起来呢，啊，就是讲。
伊那是会当安尼来做啦吼，啊，伊个效果是上好个吼，所以啊，这其实较早阮咧种个时阵都拢安尼咧做吼，啊，试验起来其实你详细个试验起来啊，这种真科学个一个，即个栽培管理个这试验起来呢啊，确实吼、哦、是有一个啊，即款个一个效果啦吼、哦，所以多数就是讲伫咱咧做吼、哦，是一般来讲一张即个试管啦吼，25条应该是真容易去达到的，讲、就是。咱讲这25条是有商品价值，就是讲这25条拢安尼水水水水要给伊啊，有糖好办安尼啦吼，这是一个试管啊，啊那是回归吼，可能是37条吼，就是讲啊，伊的一个这个做法吼，就是讲差不多有这37条安尼吼，所以一般啊，伫试验内底是讲5条啦吼，其实啊，你也像伫这个寒人吼，寒人的时阵，因为伊大较慢，冰冻可能无啥差吼。一般阮是会放到第7目，就是讲伫1、2、3、4、5、6啦吼，7、8以后才开始老鸡啊，就是讲比试验内底呢，即、這个咱咧做的一个又搁较早吼，搁较早去改即、這个啊，算讲无爱老较济就对啊吼，所以即通常下卡是在家咱就会改处理又好势安尼吼，所以有即款的一个啊，即、這个研究吼，啊，即含咱伫恒林所做起来的一个即、這个啊结果吼，嘛是同款的吼，即、跟结果也是一样的啦吼，所以啊，一般来讲呢，即、這个主人吼啊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即个做法安尼吼，所以。啊，这部分来讲，应该是无虾米款的这问题啦吼。来、就、讲、是、基本上吼，啊，基本上咱会当去知影吼，就是讲啊，一定爱即、这个，拄则讲的是即个下骹吼，但是当心的这部分吼，摘心吼，就是讲。伊会当吼，即个下骹即个骨啊吼，拢会当即个啊张开起来吼，所以咱通常是差不多22到24迄个所在啊，会改即个断掉安尼吼，所以多数咱是啊即款的即个做法吼，所以这是爱来做吼，做即个工课吼啊。有的人是无担心，留个好好，其实是无虾米款的即个即个效果吼啊，基本上是安尼即个情形伫咧，所以即个家伙。好朋友吼，小做一个即个了解吼，就讲、是、啊，通常咱是会建议讲吼，改伊啊改伊当心吼，这是啊，有诶讲啊，敢一定得爱，无迄个啥物是一定诶，然后啊，即、這个许呢，一般来讲吼，算真侪即个工课吼。啊，会当互你小知影者吼，所以真济啦吼，就是讲，咱咧处理遮个吼呢，不要纠结。有个人讲啊，到底是第7目啊，第8目啦吼，啊，迄是一个方向吼，就是讲，这个方向内底咱拢会当去做，但是呢，啊，咱伫即个遮咧做遮个工课的时阵啦吼，啊，真重要的这个所在就是讲。唔通一直就讲到底是第7还是第8，因为有当时啊念啊，感觉讲哎呀，这都够悬啊，念袂对啊，你大家拢去底下算安尼吼，哎，因为会差一丝丝啦吼，所以应该是无啥要紧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伫这家家吼，应该是一个即、這个算较无遐有啦吼，没有那么精准吼，所以啊七跟八其实都我个人就是讲是差不多啦吼，就是讲有当时啊，我会改留较早留啊，看伊即、這个啊，因为寒人吼，伊通常量较袂起，所以你500吼，有时啊还要去作底，所以迄条鸡啊甲留落来呢啊，同款吼，同款去堵伫涂骹吼。啊，土地土卡都会白多哦，即有当时啊，都无通讲盖好势。但是有当时迄阵你要甲念落吼，拄好拄着介绍咧好吼，煞唔敢念哦。比如讲，搁咧报讲有风台要形成啊，是啥物？咱就怎第5目就开始流啊，嘛无咧念甲啥物第7目、第8目嘛无，嘛是同款咧。啊，伫迄个要着提早吼，为啥物要提早？就是讲希望讲伊较早结。你讲阿伯啊，你唔是讲迄？鸡啊会堵着，会白多，会较歹白。啊，迄阵都无物件，你管伊鸡啊歹对无？有水价就好，唔免水费吼。啊，这种甲水是要创啥吼？都卖无钱是有啥物好吼？当然来当啊，种水佫卖有钱，这是咱上界啊欢喜的一件代志。但是吼，我甲你讲啦吼，种了歹还有钱通赚呢，迄半暝嘛是会笑吼。所以这通常就是一个这个。啊，咱家己去做这个工课时阵，一个美甲啦，咱讲的这个美甲就是讲，
一个抉择啦，你家己爱去选择吼，去选择好势，到底是要安尼做，还是要安尼做吼？所以啊，这点是安尼吼，所以有当心无当心有差啦吼，因为咱当心累了，伊下骹骨会较紧起来吼，伊会较紧涨起来，较紧涨起来，即马只个慢掉，比如讲咱家宝镇的骨啊慢掉，伊个钢硬的骨啊会阁继续大。二五条是安尼来，吼啊，所以这产量会较平均啊，迄、那个形呢，当比较比较水安尼吼，所以啊，这个多数吼，多数是有这款的这情形。当然，你也看伊的一个这个这个习性啦，吼，比如讲有当时啊，伊的一个这个品种吼，主要拢集中伫这个哦，全部拢集中伫宝镇。哦，这种诶，你也少担心一下，乌黑无定足够生吼。啊，你啊有诶是会留啊伫角耳吼，啊，但是有诶角耳佮放较好吼，迄种就较无通讲介好势。但是这嘛是一定爱担心吼，这毋是干那当药呢？你当无定爱担心角耳，你嘛是有一条花啊，一条果，一片叶啊吼，你嘛是赶快爱来改即个担心安尼吼啊，所以这可能爱少来改即注意者吼，就讲伫咱咧栽培管理内底吼，即多数呢啊，像种即种果啊吼，你若无去改种田啊，就讲你拢放也好好吼。生起来拢无量啦，吼，就是讲一时间迄个量真济哦。做伙办的时阵，咱可能办输伊吼，但是伊办三工就办煞，咱可能办三十工了，搁咧办。吼，所以这个整顿的这個目的是安尼吼，所以这一个真重要的这所在啦吼，所以这是伫咱啊咧栽培内底吼，大概是有这款的这个情形吼啊，因为果啊那是有整顶果吼，伊通风也较好吼，这个啊嘛较无一个这个病虫害的这个产生吼啊，所以呢，咱伫这家家一定就是爱稍注意点吼，就是讲啊，迄个品种吼，迄个坡品种吼，所以一般啦吼，就是讲伫。心脉吼，伤悬起，咱歹做工课，咱会家担心吼。啊，这个伊的目的吼是伫遮，啊，这产量有差无？有差吼，这是原来有差真济，所以呢，这是安尼这情形伫咧吼。啊，后面来讲吼，后面咧喷的这肥料，你会当用咱推荐予你的，比如讲你伫较冷的时阵吼，你可能就是这个爱注意吼，算补一束啦。另保持说加个加这个钙吼，这个原则你小钙啊小钙注意，有个人是重拖脚底肥，有个人是较重后面。比如讲，阮咧种回归的时阵，阮是较重后面肥拖脚底吼，一定是拢会好伊啦吼。但是有当时啊，伊迄长较容易回归吼，迄长较容易早衰，所以有些伊迄物件吼，就容易白种白的足软烂烂的吼，所以筋会较筋害啦吼，所以咱必须要伫这个后面来做一下这个补充。哦，这有当时是伊的一个品质的关系啊，但是对刺果来讲吼，通常伊较无像花果较早衰弱，所以咱也是后面补一下，产量会加真好吼。所以咱伫后面咧喷的这个液体肥来讲吼，就是讲会去改补一，比如讲迄个氮钾比吼，大概1:2吼，氮甲钾的这个比例1:2，比如讲你用12:5、24哦，这可能这个量呢伊就伫这后面来用吼，都还不错。啊，有的人会用这个硝酸钾吼，啊，你纯粹用硝酸钾，你可能就改啦，还是这个。煤啦、铁可能会比较较无够吼，所以可能你爱搁加做一点啊，即补充安尼吼，所以即后面大概是即款的即个用肥，大概即比例就是12:5:24吼，即款的比例大概任何一间肥料公司差不多拢有出啦，绝对无出即种肥料的吼，所以你会当改即个参考看卖啊者吼，大概当然有当时啊，咱做后面肥的即目的是要创啥吼，即咱一定爱。爱家己问家己啦吼，就讲阿婆为虾米要喷后边？讲阿婆啊，你唔在空，喷后边就是要让伊产量较好啊，要让伊靠糖板啊。啊，你拄啊唔是讲会早衰嘛吼，较早退肥会较衰弱吼，所以筋较歹，我为后边甲补充，对，这拢是咱的目的。但是其实伫后边，咱咧补充的时阵，有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所在，上界重要这个所在是咧做虾米工课？上界重要这个所在就是做这个咱甲伊补一下，阿要补啥吼？这上界就是讲伊欠虾米，咱补虾米。比如讲长相行，哎我。
掌控制了较向向上循环，我会当甲即个磷加循环油甲关一丝丝啦，吼啊小改喷者，还是讲即阵嘛，诶，即个加较无够，我会当甲加油甲关一丝丝啦，还是讲伊缺钙吼欠钙，诶，心肺起头起头，即一寡鬼啊呢，那种较袂得啊钙加吼，做伙来甲喷一丝，还是讲啊一半条啊有去哦，伊即个黄气吼缺硼，还是叫闭亏吼，即欠硼诶即个情形，啊那是安尼，咱伫迄时阵后面来做补充。哦，这后面肥啊，上介重要的是啊，简单讲就是讲欠啥补啥，吼、哦，就是讲咱要用后面肥的这个目的，就是惊伊有欠啥物物件，啊，咱该补啥物啊呢？吼、哦，所以啊，基础的就是讲这个氮加钙的这个比例1:2。哦，一比二卖搁较低啊！吼、哦，有个人用这一比一的咧喷这个血瓶，除非迄长足单呢，吼、哦，啊，无一般来讲，这种这一比一的这单价比呢，喷血瓶实际上是无通讲介好用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好朋友呢，会当小知影者吼，啊，大概你咧操作的时阵，有当时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这所在吼，啊，这伫家伙咱就一点种朋友，你也当做参考哈、嗯。好，来63386016338601，老师看一下哈，玛吉卡哈，879呢？伊要甲恁问的吼，吴世明要问的是有关伊的鸡啊吼，一直缩头，一直缩头，然后个死去。啊，有的吼，看起来个无什么下摆镜头呢，啊，但是伊个是一直死啊呢。嗯，这个是甲看起来，然后比如传个这个相片吼，这张卡这所在啊，鸡的人讲的缩头吼，这其实也形容得很传神，就是迄鸡的头呢，怎翘伊吼。啊，有两种的，这可能性。第一种上大的，这个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利枯病吼，苗利枯病吼。啊，咱咧讲叫龟病掉，这有当时啊，进前刚好好，啊，第二天起来吼，啊，这一下呢，就龟的拢缩落吼，所以这是一个利枯病的这通常是仔啊，这中间啊，是讲伊有当时啊，仔啊都发出来吼，啊，你也是管顾无好势，伊会安尼啊，龟的吼怎？全落一锅安尼吼，迄只遐全规个拢害去吼，啊，伊组织咧变安尼，咖啡色，打打变油，啊，规个就全揪咧吼，这是种，通常然后有两种的一个，这个可能性，这含这个根腐吼 ，Richonia 这种的一个病有关系，啊，搁一个就是含皮性吼，这都也这物件呢有关系啦吼，所以啊，咱通常就是讲伫这产地吼，伫这产地呢，啊，有一个感染的这来源吼，啊，甚至呢，有诶，就是讲啊，伫土壤内底有一寡即个菌吼，即、菌核去伫内底，所以就造成即个感染。即通常是较老地即个所在，咱就较容易来解即个出现吼。啊，所以一般来讲啦吼，就是讲伫咱即个就是爱啊，仔啊吼，即那是细长起来吼。一般咱细长咧种的时阵呢，啊，拢爱种细，因为较大长就袂啊吼，再大一点点的啊，都无这种的这情形啦吼，所以这可能伫这个部分呢，啊，你爱小知影者安尼吼，啊，这几咱会当去处理吼，就是讲，各一种情形吼，是这个疫病吼，疫病吼，这个疫病吼，啊，疫病吼，这个通常是湿度那高，有的人讲啊，迄不是热人较会吼，无人甲你讲迄热人较会，20度以上就会得吼，所以20到25度的时阵的就容易得这个疫病吼，所以通常是。热人到秋天迄阵吼，就是讲迄阵安尼无特别热吼，哈，然后呢啊，有迄个湿气吼，这种呢，这情形的就容易来改这发生，但是唔是干呐会着即个疫病尔啦吼，就是讲啊，所以咱有当时啊，就是伫即个咧栽培时阵吼。啊，会小可来解即、這个，伫寒人时阵，咱买个对即个疫病吼，咱拢会来做即个防治吼。因为即种疫病吼是甲即个利枯病吼、立枯病即种吼，咱讲的缩头者呢，伊真歹来解做明显的这分别啦。吼，当然有诶讲啊，伊个臭大个啾啾啊，然后伊迄个许病斑就愈起啊，得病时阵许啊衰衰吼，即个疫病吼，疫病拢会安尼啊。其实利枯病嘛安尼，只是讲利枯病搁较恐怖吼啊。疫病是较大长啊，拢要搁下啊。利枯病呢是细长个时阵拢会得，所以有时啊，这两种咱真歹去甲分吼，真歹去甲分吼啊。所以这是相当普遍的即个
回归鸡啊吼，饲鸡啊嘛，因为伊伫即个庄头诶，即个所在有当时啊，伊是疫病，有当时啊，伊是即个利库病，有当时啊，伊是细菌性感染，尤其伫热人诶时阵，即阵要细菌性感染、细菌性感染较无遐严重，但是伊即马即个温度也不是不会了吼、哦，啊，所以真有看到即个情形伫咧吼，所以。咱好朋友一定爱小注意着吼，就是讲伊那是即个落雨了，还是讲伊啊土的一个许吼，就是湿气真重，落水拢袂打这种情形，伫脏卡之下下，都就容易来改这三星吼、哦，所以这里爱小注意者啦吼、哦，所以一般咱。种类了，咱会去甲罐头，咱会罐这 BM 菌啊。有人讲罐哈济是要创啥嘛？唔知影吼，嘛唔知影要创啥，但是要管伊都会巧伊吼。所以一般咱就是当首先吼，首先来改即个做一个即个防范滴咧吼。多数阮的一个即个做法啦吼，就是讲即大家做参考，有诶讲啊，敢一定安尼吼，足侪人拢会甲咱啊，捌去拄着一个吼，跟给人家质疑吼啊，真。这几天拄啊好有一个机会哈，然后去一个地方哈，这内底有一个这个做水耕栽培，哇，这个看起来刚才手罗含台湾人做成的哈，我就心里面就在怀疑哈，结果呢就看到两个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哦，第一家呀，然后就看到我，也讲哦。然后就他就觉得好像很紧张哦，啊，结果伊就甲我看咧看咧哈，啊，伊讲伊拢听咱电台的节目哈、哦，在大陆翻墙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底下脑都有啥物问题哈，伊、哦、就啊，一旦即个得到，就讲伊拢找哈，找咱较早过即个问题啊，诶，伊直接扛过来，当二就是可以给他找来做用，既然做姐姐也。工地啊，对，要讲正向面遇到什么解决困难哦。啊，当然吼，个人就是安全，这种较无大个，有点困难，我就抓机会吼。啊，未来啊，遇到一些个温度一些困难吼，是啦，咱得看属性之用，你抓到机会了吼。啊，当然有些啊，比干嘛讲哦，这困难重重安尼吼，但是你都这样看过拢是安尼啦吼。啊，困难永远存在吼，但是希望永远不朽吼。对，这困难咱来去克服吼，所以这种这个疫病吼，还是讲疫苦病吼，这真歹去解决，但是不要紧吼，讲啊，哎呀，这时阵呢，当时啊，关节病讲你用这沙文明吼。这个伊得力啦吼，这一般来讲，这是咱上推荐的一个这个毒品，讲伊都细长出来迄个啊套边的一个这药啊，并讲这伊得力吼，你还套保吼，这两千块是基本数，就是讲你你咧套吼，两千块是基本数，就是讲你泡较保咧，啊伊得啊这个沙文宁的一千杯是基本数，就是讲你一定爱泡超过一千杯，一当保会当较高。也好怕啊，小块关节吼，张开一下关节。啊，这头边吼，头边通常你会用这个沙文灵吼，这咱常讲的是鸡吼。啊，那么这个伊得利吼，去抓来去，你会当用这个灭达乐吼，加这个达灭粉。这达灭粉一般是三千倍吼，达灭粉混的吼，然后你用这个啊灭达乐吼，啊灭达乐应该是为了的仔啊，伊对个牙，来刮这个药灭达乐去买晒啦吼。啊，去种下伊个叶吧，吼，伊去个叶叶皮迄个啊，打开迄只遐去种完来食。但是我是感觉讲，用这个有四千倍，后面达到呢大概三千到一般是四千倍。啊，而且打面粉吼三千倍，好啊，管第二代。啊，并讲你头啊，种番是三到五天迄个时阵，都种嘞。第三天、第五天，你看伊新买的吼嘞，叮当倒来去管咧等你吼。这个过一礼拜灌一届，啊，这药啊拢爱换一遍，啊，再来换一遍，再来个换一行安尼吼，啊，起来呢，通常是我都啊，这个来控制掉嘞。啊，因为咱用的药啊，一件我自己是内西式的，就是讲系统性的一个这个药。
啊，这系好像这用药呢，伊都发到吸收入吼，这都发到得到一个一个保护吼，咪讲安尼吃吼，较袂转去哦，受到伊个攻击吼。所以，一般咱又搁改加这个性状也包杆菌吼，为啥你加性状也包杆菌吼？这个最主要的是讲啊，一旦吼伊有一个这个提早了吼，来讲。啊，有这款的一个家底嘞吼，啊，所以伊的诶，当有一个内生性的这伊做体内嘛，啊，引发这部产生着这个抗病性安尼吼，啊，日本哈、啊，日本呢，因用的这疫苗内底有一种就是蓝，这个亚磷酸氢氧化钾吼，因、啊就是、其实有种这个亚磷酸，为啥有真侪人讲为啥亚磷酸得蓝氢氧化钾，因为亚磷酸强酸，啊，强有蓝氢氧化钾，这个碱性去甲综合吼，迄、啊、怪的这个强酸的一性质。但是你现在他管不住，你死啊，你管都不住、哦。所以日本人在这个亚丁的时候，啊，因都有亚丁松中这个肥料哈，当一个这个有然后防身之材，所以呢，最近呢，哈、哦，希望能够把它登记一个哦，真正比如说，哎呀，这主要这个用一挂亚丁酸这些物件哈，真正比如说唔知变哪买嘛，哈、哦，所以咱。即卖当改买吼，啊，真重要的是讲要给他，找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产品吼、哦，所以啊，这也很不错了哈、哦。我个人嘛是认为讲这也是足重要一个这工课哈，所以我们去给他努力。啊，这亚磷酸氢氧化钾有一定的这效果吼、哦，啊，但是有当时也较慢啊，等于讲一对呢，大概上紧嘛要七天，寡人可能要十天吼。哦所以日本因的做法就是宅啊吼，伊当给他一个很薄哦，啊可以啊用这类用哦，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用法吼。伫宅啊定位时阵，头前你二十一天吼，一般是十四天至二十一天的中间，你的灌溉能变的这亚磷酸，所以你土壤内底伊都这个对土壤这种疫病都这抗性，对利枯病吼，这毛一部分的这抗性，啊那些宅啊呢就会稍微给它健壮一些些吼，所以啊、你那是家己发宅啊吼，你会当安尼来个试看买者吼，只是讲这亚磷酸你用的一个这倍数。你一定要注意哦，好势安尼啦吼，所以这是一个非农药的一个防治的这方式。啊，那是像已经咧死啊吼，较紧的吼，这沙文灵吼，透便加这伊得利吼，结论呢啊，那是要无效啦吼。啊，你可能对后边呢啊，挨个一拜吼，挨个一拜，啊，也免赶紧，唔当水灌落啊。计讲讲，阿个要搁咧死，阿个甲灌落安尼吼，这不对的吼、哦。就是讲，你嘛爱互伊上盖有效，你嘛爱互三工的坐这时间吼、哦。啊，一般这种缩头吼，这个扑灭灵、胡多宁吼，这类的一个啊，这个药啊是往那塞吼。但是就讲，这个胡多宁吼、扑灭灵吼，伫回归内底是会当用，但是伊无登记这个胡多宁吼、哦，所以。这个有时候会稍微给他麻烦一点点吼，就讲伊无登记吼，无登记伫这个所在咧用呢，啊，咱就袂使用。啊，事实上这个药啊，可以不可以用？可以用吼，就是讲对这个病较有效安尼啦吼，有效啊。啊，问题是伊无登记，啊无登记，咱就袂使用吼。所以这有时候呢，啊，会稍微给他麻烦一点点安尼吼。所以这里就好比。啊、哦，小做一个这个参考哈，所以大致上哦，咱是安尼解决防跌风险啊，提供予你会当了解者哈、哦。好，来六三三八六空一六三三八六零一，这是咱现场的call in专线，欢迎咱乡亲吼多加利用。来，老师看一下吼、哦，这个古之源，古之源工吼也气。黄瓜也在摘啊，是安怎？为什么安尼？来吧，啊，有电话我们先接好了哈，反正也剩下没几分钟。喂，你好。阿宝老师吼，啊，我请进去，我请教你，一罐玉米素吼，要用，啊是要用，我六五包水要用偌济量啊呢？哦啊，佮第二点就是讲迄、那个。伊化钠加工做迄个蜡，玉米素是毋是迄款伊讲做迄款咱讲咧转好路网啊，
哦，嗯，那那那是往往传来讲，你问迄个地头的是哪，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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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使抓的，哦，啊，佮第二点就是讲迄个野包环境哦，一份地迄个一包会当用偌济，偌济数量安尼，安尼，安尼对对，一份地爱用偌济安尼，哦，麻烦你，哦，谢谢，好，来。来，这个玉米树哈，那你讲的是种的，其实是因为伊是一个玉米胚芽去提炼哈，啊，所以有当时啊，这种物件的外靠作侪了哈。啊，自从咱开始咧讲这个产品的时阵，到目前为止，去年的一个年底哈，到2018年12月，一个这个累积，你啊上网去甲找伊的原料哈，那是玉米胚芽啊，这种的一个成分超过30G。有时候这个也是没有办法了哈，就是讲有当下咱好的东西啊，和平友去知影，当然伊那是认真去做哈，比如讲伊个工厂也是很老实实的去做一个这个产品哈，可能也还不错哈，平平车哈，有这个有这个宾利哈，有这个面乳，有这个宝马啊，宝马。来对宝马来对够分三字头、五字头、七字头哈，所以这这种拢无同款啦哈，所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哈。咱需要什么款，咱就去用啥。但是别人诶，我唔敢甲你讲哈。比如讲，别人写玉米树、啥物玉米胚芽萃取，伊内底有含啥物物件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呢，伊咱。含德国这间公司的一个这个了解呢，咱会当甲你挂保证哈，就是讲这德国人。刚刚咱拍胸卡嘛，这个配嘴暖兼酒抓安尼吼，讲内底闹染任何无必要染的一个这物件吼，还是讲这个人工合成的这种这个荷尔蒙吼，那他就辞职哈，他就不干了哈。我不能对不起我自己安尼用伊的这个人格甲咱挂保证吼，所以。这间公司也那么多年了，所以这物件确实是确实是真稳定，虽然讲咱一直伫这个浓度方面一直提升，然后比如讲咱上早出来的时阵吼，真侪好朋友用过吼，黄冠啊进前吼，迄个时阵啊，咱尾啊佫改黄冠啊，黄冠啊了佫有一个这个提升，佫有一个新配方啊。为什么要安尼一代一代起来？因为咱甲这物件呢发挥了袂歹吼，真侪好朋友用过，感觉拢真好用。上较重要就是讲。伊是纯天然的这个物件，所以伊无啥物荷尔蒙吼，无啥物六 B A， 无啥物催大，无啥物这个啥物润滴的吼，无迄种啥物拢无吼，即个啥物人工合成的任何的这个又拢无即款的这个物件伫伊内底吼。所以在家你也当真放心来改这个使用，你也当个观察看买者吼，就是讲确实咱这物件是相当的安全，但是北京安怎做咱就无法度甲你，唔是讲所谓玉米树吼，即马咱咧讲的是咱电台甲你讲的这种，咱改当对咱家己的一个，对阮家己的这个产品吼，对家己的这物件呢，甲好朋友保证，保证讲咱无做这种工课安尼吼。有的人说你会知道，我不知道，我会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们都会给他抽测，比如说，送一个去学校，稍照一下，这样就知道，还有人没人，这个在仪器管顶呢，无所遁形，所以呢，有人呢，他就照得出来，确实呢，这么多档，我们可以跟好朋友说，这个东西相当的这个稳定，另外一个是讲，咱咧用这种吼，这个500水吼，大概都是500瓦呢啦吼，这应该呢500瓦都是一罐啦，一粒的你会当，都是做一桶水安尼吼，所以500粒的这水，你用500瓦吼。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第二点钟开始，甲好朋友回答吼。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完了马上回来。